一直被誉为是小威尼斯，所以你看我身后这个水呢，就一直都是流淌着，有点像是那个威尼斯的那种感觉。现在呢，来到了比利时的一个古城布鲁日。布鲁日呢，它这个名字呢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呢，贯穿这个布鲁日的一条河叫做莱茵河，在河上有一个古罗马时期的一个桥梁，所以呢，因为这座桥梁的名字呢，整个城市就改名为布鲁日。欣赏了两岸的风景，然后呢，喝着酒聊着天儿，这感觉蛮好的。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比利时布鲁日古城的这个市场广场，这个市场广场呢也被誉为是世界最美丽的广场前五大之一啊。它美在何处呢？就是看我周围这些老建筑啊，依然保存得非常的好，而这个地面呢还是这种石头铺成的啊。我身后这个呢就是这个布鲁日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钟楼啊，每半个小时它就会敲响，还能敲出这个有这个音律的这个节奏啊。后面这个逆光的这个呢，就是这个一个哥特式的，一个市政府啊，哥特式的一个市政府。这边这个雕像呢，它是14世纪呢为了反抗这个法国人的一个入侵呢所做的一个纪念英雄的一个雕像。这个帅哥要请我们出去。Yes. 是一家蕾丝花边店啊，这是蕾丝做的很多的睡衣啊，还有一些裙子呀、外衣啊、花边呀，很多。其实蕾丝我们用的地方很多啊，尤其女士的一些内衣啊，还有就是一些帽子上啊、裙边呀、飞边，其实都是用蕾丝做的，甚至啊扇子，哦，这些扇子是用蕾丝做的啊。我还看到这个桌布，这个应该是桌布吧啊。桌布也是用这个蕾丝这种材质做的。哇，这个店里面都是这种木头制作的小玩偶啊，有这种胡桃夹子。这家店呢，就是专门卖各种的。这家店呢，就是专门卖各种的这种木质的玩偶啊，还有这种德国的这种木钟，还有德国的这种木质的这种钟表，到点它就会跳舞啊，这种小玩意儿，挺有意思。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就有一个画，这边坐了一个老人家啊，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做蕾丝，就是这个这边特产啊，是一种蕾丝，而且他。怎么做的呢？用这个针呢固定在这个一个东西上面啊。这点我看一下，这边是一个专门卖帽子的一个店铺，老板呢说你随便可以看一看，所以我就试了试这边的帽子。哇，在这个布鲁日呢，我看到了有一个旧货市场啊。这边卖的都是一些旧货，这边有一些小人呢，他们是1欧元5个啊、哦，价格真合理啊、哦。Made in China 后面写的，不过质量倒蛮好。但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些是小朋友
他家可能有一个小朋友吧，然后就在，哎，这边有蓝精灵卖。看到了吗？在教堂这边有一个军乐团。非常盛大的一个军乐表演啊，这些仪仗兵呢用旗子把整个小广场围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身后的这个雕像呢，它就是比利时的第五任国王博杜安一世，可以看到他左边这个名字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法国名字啊，博杜安，右边这个呢是他的这个本名啊，荷兰的一个名字，可见啊这个比利时人啊非常的爱戴这位国王，他呢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国王啊，在这个二战时候呢，他呢被这个德国呢囚禁，然后呢战后呢又流亡到瑞士啊等国家，所以说呢他也是一个充满了坎坷经历的国王。哇，在这个皇宫的周围呢可以看到很多这种车啊，车上呢有这么一种烤出来的饼啊，不光是这辆车啊，这辆车也是，还有前方那两辆车啊，那两辆小那种小车啊。那么这个饼是什么呢？这个饼啊就是著名的布鲁塞尔松饼。哎，这个图片上这个布鲁塞尔松饼，这个松饼呢最早呢它是由这个铁板呢夹在一起呢，把这个牛奶还有鸡蛋还有面和在一起的做成的一种饼啊，是一种希腊的甜食啊，它发源于希腊。哎呀，看着好像很诱人，想不想来一块呢？布鲁塞尔松饼，那么我们就尝一尝吧。How much? 2 euro. 2 euro. 2 euro. This name, what's name? Sam. G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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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me one. Yeah. 哎 ，no.OK，OK，Thank you。在这个布鲁塞尔门口呢，我就吃了这个松饼啊，布鲁塞尔松饼啊，非常的甜，感觉它放了很多的糖啊。看来呢就要上天演好事啊，又要说点布鲁塞尔好话了。哇，这个小朋友好幸福啊，有这么一个团员啊，帮他支着啊。这满大街找厕所很难找，还能找到厕所。这边待的人很爽啊，能自己独用一个，你是很爽的，知道吗？好，听不懂我的话，因为是外国人。这边的这个小人都做成了这个起瓶器了，他的这个小机器好尖。现在呢，我就来到了这个布鲁塞尔的恒温街啊，这是在市中心广场旁边。我现在要找的就是这个撒尿小孩啊，我看到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吧，哎，果然就是，看一下啊。从近处看这个小鱼莲呢，它这个后面有一个管子啊，它一直在撒尿。
这个雕塑呢，虽然只有3厘米啊，3公分啊，但它已经有400年的一个历史，非常的。撒尿小童于连，通过撒尿扑灭了火焰，拯救了城市，成为小英雄。在1747年，法国国王路易15为了让赤裸的于连看着更雅观，就送给他了一件衣服，所以就形成了各个国家赠送于连衣服的习俗。现在我要上这个楼了，在这个国王之家这个博物馆呢，其实我要找的呢就是这个小于连的衣服啊。在这个地方呢，刚才有人告诉我说 only 只能那个拍摄，不能用闪光灯。我现在就是来找这个小于连的各种衣服啊，这个据说在一个地方珍藏着，就在这个国王之家的博物馆啊，应该是这里。现在呢，我就要来到这个第三层啊，看看这个小朋友的衣服是不是在第三层。哇，就这样，周围都是被这油画所包围着，看看这个。感觉很老的这种画啊，哇！估计进入这个门，哇！我已经看到一点点了，那么多衣服，跟我一起来看一看。哇，这么多！哇，小朋友穿的这么多衣服，连宇航员的服装都有。哇！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这个中国的一个汉船啊，跑汉船。中国这个秧歌里面有汉船吗？他居然穿了这么一个汉船的衣服。那我就问了，他两只手在跑汉船，他另一只手怎么撒尿呢？哎呀，不管他了，反正他是个造型嘛。哇，这是他的衣橱啊，全在这里面放的，都是一些，这里面是装都是一些古典的，什么莎士比亚那个时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衣服。这边是一些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啊，这边有这个墨西哥风格的，然后中间就是这个猫王风格的，然后那边还有一个美国西部牛仔的。这个知道是哪里的吗？就是那个希腊巴尔干半岛的这个服装，希腊的服装。看到那个希腊的那个在解放广场上啊，那个希腊士兵们就穿了这么一个衣服，包括这个鞋也是。我找到这个中国的了啊，2004年，整整的10年了，哇，好夸张呀！我来的好准时啊，哇，没想到呀，那上面写的什么字？我看是前世哦，床前明月光，你是你想说把这个诗做成了衣服了？我觉得只有中国人能知道写了什么。来，我们来读一读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没错吧？就是这几个字。大多数不快乐的人，都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又无法改变自己的现状。其实，不快乐的人往往不是欠缺改变现状的能力，几乎都是因为懒和怕，所以就混和等，结果常常是一辈子都笑不出来。在欧洲小国卢森堡的古堡里，曾经出没过士兵的灵魂，这到底是真是假？下一集，雷探长只身潜入古堡，寻觅幽灵的踪影。